身障者找头路，政府来帮助，介绍身障者适当的工作。身障者需要企业的支持，才有机会重新再开始。每一个新环境，拢需要有坚持意志，认真做代志。政府的照顾，企业的帮助，福林关身心障碍者已经有1788人，在社会各阶层，甲大家做伙来打拼。每一次起步，每一份头路，身心障碍者会用认真的态度，甲大家做伙成长未来脚步。